马尔堪称是足坛的小鲜肉，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各种造型，有颜值又有球技。内马尔也是一直在尝试各种造型，下面小编带大家看一下内马尔的各种造型。内马尔早期的爆炸头造型，内马尔的机关头造型，内马尔的机关头加长版造型，可能忘记打理发型的内马尔看起来萌萌哒。内马尔的爱福头造型，网友戏称周杰伦摆内马尔。内马尔的泡面头造型，内马尔的泡面头造型，内马尔的泡面头造型，帅气深邃的眼神，散发浓浓男人味，尽显绅士风度，发型不错，眼神超迷人。内马尔的背头造型和梅西苏牙的合照，内马尔的寸头造型，内马尔哎算了不说了，戴帽的皮一下。作为新生代的代表人物，他如今取得的成就不仅因为在绿茵场上的表现，也因其在社交网络和商业市场的超凡影响力。内马尔在社交网络上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，他的更新速度很快，并且贴近生活。各位网友，你们觉得内马尔最适合哪个发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评论。